牛骨髓来了。哎呀，就喜欢这样的。你看人宝宝捞不着，人不叫你，这你捞不着，我咋做？哎，玩一会儿，哎，你跟着他玩一会儿。妈妈，露出体呢。这骨髓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像那个小刺子似的，就老牛得骨刺了呗，不是。你看这个就是，这个髓上面都是这种像小针孔似的，像刺似的，不啥玩意儿。那就这样的，你看到吗？这咋回事？有事吗，大姐？没事往回烧一烧呗。有辣椒，你吃不了。有毒，狗吃完死是吗？牛骨髓来了，巨型牛骨髓，这个大的，我告诉你，骨髓其实是最少的。没有多少啊，这个好大一块，刚才都已经掉出来了。哎呀，纯牛油骨髓，嗯，带筋膜的，饿飞起来。哇，妈呀，最近怎么搞的，吃骨髓这么费劲，没有钱麻的劲儿呢。麻辣毛蛋也叫活珠子，哎呀，这汤老鲜亮了。吃蛋三部曲，先扒口，再喝汤，然后再来一口，把里边的往出一掏，看一整个老香了。这玩意儿价值老高了，看这汤贼鲜亮。you
抹事儿，没关系，反正都是我自己吃。妈，这点玩意吃的离脸了。一年多没吃这玩意儿了，领不定拍视频不会竞速了。以前这一盆蛋十个二个的，几分钟夸夸扒完就吃了。像这么吃老享受了，这个不着忙不着慌的。这玩意儿本身就熟的啊，就可以开袋即食的，但是你用水烫才会更好，不需要去煮。这一个相当于好几个鸡蛋的营养了。我们爱吃底这个托的羊肠火锅，找了一根大肠，这里边是豆皮和羊小肠。羊肠还是吃着肥的过瘾。好久没吃火鸡面了，甚是想念呀。这是我吃过火鸡面里边最接近某样味道的了。要不拍视频的话，我就放个小电视剧，一点点吃。我要留一半，享受着吃。